年历正妹轮番走秀，大方摆 pose， 洋溢青春气息。其中十二月女孩宋芸桦因为演出电影等一个人咖啡人气攀升，也现身为一年一度的公益年历卖力行销，限量1500本的年历秒杀一空，盈余将资助玉里棒球产业。棒，等一下可以，就是我们会非常非常努力的卖，然后用我们最大的热情卖出去。那希望可以在最短的时间把它卖出去喽。那我觉得这次很棒的是，大家除了就是看到这个年历可以有运动的感觉，大家跟我们一起做运动这样。大家好，我们是Mason Girls。同场加映的还有大传系推出的美女月历，气象正妹全员出动拍摄，希望为明年的毕展募集经费。月历搭配童趣插画，以十二位女孩的冒险故事为主题。同样造成热烈抢购。预购完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销售了将近90%了。今天剩下限量30本，可以购买，所以其实算是很热烈的在抢购。福大公益年历和大传系月历同样选在校庆当天开卖，两边风格不同，不过都主打美女牌，成功在校园掀起话题。中央社记者张新伟新北市报道。